12月5日，何韵诗、郑秀文、刘浩龙、吴有威等人出席了某手机的宣传活动。此次活动的卖出手机的部分受益还会捐赠出来做慈善基金。提及慈善，何韵诗则自诩为慈善灵王。在这个圣诞，他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慈善计划。自己的慈善基金搞了一个展览，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因为这些钱筹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捐给一些香港我们自己的一些帮助一些贫穷的家庭啊，一些精神病患者，一些扶抗者的一个机构，就是叫做SOCO。那希望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对此，郑秀文则自谦，他表示09年自己会努力的工作，档期也排得很满。并且表示一定会唱歌，即使不出大碟，也计划推出单曲。12月份，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演唱会呢，然后我的电影又要上映了，所以又有蛮多的宣传。然后其他的演员可能他们的档期会有些迁就不到，所以这个宣传就好像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会比较忙碌。但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努力去做的。